2020上海国际画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之前，最近呢会有一个国际花卉展，我打算过来看一下，因为呢，我打算把我的小院子给弄起来。那作为园艺小白的我呢，就想过来学习一下。简单的造了个景，就放个小椅子，这样子。这个是梵根。马德里芍药，啊，你看这铁线莲，好看好看，哇，这个紫色好看，哇，鸢尾鸢尾，哇，后面的是大花飞燕，蓝色的，大大的那种，哇，你看那边铁线莲多大，这里都是洛心赋，这是薰衣张菊。有那么一点复古的感觉。矮牵牛啊，这个是风铃草、仙切花，市场很多的。哈哈，大葱花，这个就是有一点东方感觉的小院子啦。那边还有个小桥，还有个水池，一个小生态。这小院子有一个小亭子，然后你看小手球太爆了，后面高高的是毛地黄，好高哦。啊，这个小院子有一个小房子，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真的有点美耶。这个造景倒是还蛮舒服的耶。主要是颜色我很喜欢。哇，你看那两朵都在喝水了。这个是南发花园主题，那边还有一个人造小瀑布。嗯，觉得不是很好看。那个小瀑布不是很好看哈。山区花园得了金奖耶，就是种的菜园子的花园，种的菜的花园。看到有小院子在种菜啦，香花茄、南椒、青椒，那边也是茄子。哇，这长廊，好看好看。就是现在拍有点曝光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午12点。这个是华沙女神，这个是薇安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好看。这个花瓶有一点小，这个是天真一瞥，这个是牧师，它的花型就很大，看，比我拳头大多了，两倍吧，差不多。这个叫风之森林，复瓣的，这个是波兰精神。我原本想买它的，因为我图片上看的时候，它是接近于黑色的那种。那现在看看是紫色的嘛，这个是红心，哦，哇，鸢尾鸢尾一片哦，哇，美，这个是叫印第安酋长，哇，我好喜欢这个颜色，这个品种叫圣杯。就是矮矮的那种矮化品种吧，这有一点点偏不像三文鱼色，淡淡的复古三文鱼色吧，好美啊，哇，好大，漂亮，哎呀，我太爱这一块了，哇，这颜色太爱了爱了爱了，好复古的颜色啊。上海国际花展从4月25号到5月24号，一共为期一个月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哦。那下次见啦，拜拜！喜欢的话给我点赞哦。